全台各地捐血中心闹血荒，云林有间长照机构业者特别自掏腰包30万，准备420只波士顿活龙虾，要分送给捐血民众，捐250cc 送一只，捐500cc 则送2只，吸引不少民众捐出热血。如果龙虾送完了，还加码赠无限量1000元礼券，只希望民众踊跃捐血。超狂捐血活动，罕见的活体赠品，也让人大开眼界。